大光头，可以，休想逃出俺的熊掌！哎呀，这就尴尬了。光头强，手痒痒了，想砍树了是吧？不是不是，放开我，快放开我！要变小了，要变小了！你答应啥呀？俺们才不信你呢！要变小了，真的危险呐！快放开我！求求你们了，快放开我呀！快放开我！完了。熊大，熊大，啊，这是哪儿啊？地震了！来，让俺摸摸你的头。奇怪，哎呀，好 Q 好弹呀，真可爱！哎，熊大，你看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光头强。毛毛，吉吉国王，吉吉国王，吉吉国王，你看我抓到什么了？你看，小鸟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顾着玩？要爱护小动物。其实快到了，快换上。醒醒啊，光头强，醒醒啊！你是不是做了啥？到底咋回事啊？哥，我们被缩小了！完了，变小了！缩小？叫你们放手，你们就是不听。这咋回事？哎呀，好你个光头强！那知道了，这一切都是幻觉。光头强，你肯定是用了啥高科技手段，让俺们产生了幻觉。哎呀，要把俺们都吓跑，然后你就偷偷地把树都给砍了。相片熊，你还早着呢。这幻觉有点逼真哈。熊二，你不是说这是幻觉吗？
有本事你站着别动啊！但是这幻觉也太可怕了。郭德强，还有没有恢复的办法？有，你们帮我引开他，我去找手电筒。好，熊二，这边。哦。哎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来呀，来呀！找到了，熊二，巴拉给巴拉的。找一次就可以变回去了。巴拉给巴拉大，哇！不是吧？又来！哈拉基，马扎杜，巴拉给巴拉大，巴拉给巴拉大，巴拉给巴拉大。吉吉国王，王冠好像没有发光。本王的仪式那么标准，怎么可能不发光？怎么可能？不是说好了开光了就会发亮吗？毛毛，肯定是你抓的鸟影响了本王。手电筒！哇！嘿嘿嘿嘿！哎呀！强子，吃饭了，爸。强子，你在哪儿啊？爸，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呢。爸，爸，熊二，强子，爸，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呢。爸，你别走啊！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。光头强，他爸，他爸，爸。强子，强子，你在哪儿啊？爸！全完了。熊大。是幻觉，没错吧？
大光头，不好好看书，偏要发明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自己变小就算了嘛，还把俺们都变小了。现在连个青蛙都能欺负俺了，哎呀，真是太丢熊了。这个熊啊，有完没完呢？别理他，他就是饿晕了，待会儿给他找点吃的就好了。光头强，你跟你爸到底是咋了？自从我爸来了之后，我就没睡过一天安稳觉，一大早的就拉我起来锻炼，还给我安排什么相亲。哎，你说我长这么帅还用得着相亲吗？他这一来把我的作息全打乱了，我就想研究我的放大器，还在门上贴了纸条。你说我这里怎么回事？俺实在是不行了，好饿呀。好平整的街口啊，咱们最好绕开这里。嗯，熊二，哎，好香呀，好香呀。巧克力爱来了。哎，熊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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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没事吧？哪儿来的小虫子，居然敢闯进我螳螂的领地，你们不想活了？算你们运气好，今晚我很忙，没空搭理你们，还不滚，走，快走。光头强，我叫你哼，叫你哼。是你？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你过来。兄弟，没错，就是你这个光头。既然变这么小还落我手里，敢欺负老娘，胆儿肥呀。小小世界也是个江湖。熊二，熊二，这是咋？快趴下！这到底是咋了？螳螂，都这么熟了，还给我备份大礼？没错。那在下谢过了，上当了。就料到你会来这招。
幸会幸会。在下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江湖人称蛋壳侠，光头强、熊大、熊二，久仰大名。啊，你认识我们？江湖中人，在下也是略知一二的，只是诸位怎会落得如此田地？哎，锁小器，江湖上居然有此等宝物，想必诸位是遇到麻烦了吧？哎，是啊是啊，你能带我们回家吗？俺们都在这儿晃了大半天了。哎，在下定当鼎力相助。真的？太好了太好了。熊大，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。临行前且让在下先品尝一下最爱的巧克力。吃饱了。告辞。哎，等等，大侠请留步，大侠请留步，我家里有巧克力，它白的黑的都有。行侠仗义乃江湖人之本分。没错没错。哎呀，蛋壳侠，你真是侠肝义胆，武艺超群呐、啊！那身手，嘿，晃晃一晃，只见白光一闪，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就把那个坏家伙给打趴下了，简直是豪侠大英雄。人家也没有那么厉害的啦，在下也是有弱点的。啊、弱点？啥弱点呀？说来惭愧，在下每每看到圆月，便会不提也罢。圆月，这个。大侠，别开玩笑了，大侠，醒醒啊！你先送我们回去再睡。醒醒，醒醒呀！醒醒！都怪你，哪壶不开提哪壶。抱歉，抱歉，是在下疏忽大意。哎，蛋壳侠，你到底是个啥呀？咋会顶个鸡蛋壳？非也非也，在下是只蝈蝈，这一身可是蜂鸟蛋壳。啥？蜂鸟蛋壳？好酷呀！哎，你们看到我家了。爸，爸，爸，你在哪儿？奇怪，老爸去哪儿了？光头强，你看这是啥？老爸的字儿。强子本来想跟你见一面再走的，可是你一整晚都没回来，爸看见你写的字条了。是爸不对，弄坏了你的东西，惹你生气了。哦，对了，饭做好了，搁冰箱里，热了再吃，吃冷饭对胃不好。睡帽给你留下了，你没头发，睡觉容易着凉。少熬夜，早点休息。强子，你好几年都没回家过年了，你妈说想你了。好了，爸走了。你没事吧？老爸被我气走了。光头强，你脚底下还有行字。啊？手电筒你不要，我就带回去了。带回去了？回团结屯的火车只有下午5:10的一趟，
就都一点了。光头强，咱们赶紧追啊！怎么可能？我们都变小了，这么短的时间，我们根本到不了火车站。那咋办呢？啊，完了完了，变不回去了！还这么小，以后可咋通风我们？放心吧。看在巧克力的份上，在下就勉为其难再帮你们一次。是火车站，我们到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很快就可以恢复成大大的熊二了。蛋壳侠，多亏你了，没有你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举手之劳。这个巧克力想意思，巧克力我包你吃一年。多谢兄台。你不会又像昨晚上一样睡着了吧？熊二，别乱说话。无妨无妨，这个时辰看不见月亮。这可怎么办呀？郭托强，你来开鸽子吧。我吗？这个跟骑驴差不多吧。驾！咋回事呀？驾！驾！没人发现我们。咋办呀？难道俺们要一直被挂在这儿呀？哎，真是糟糕，这回真完了，不可能赶得上火车了。
好大的蜘蛛啊！救命！救命啊！谁来救救我们呀？哎呀！哎呀！谢谢各位大侠。哎，打劫，打劫啊！对，首饰献祭硬汉咖，没有就遭二位麻。你们谁呀、啊？咦，连俺们的大名都不听说过。哎，大哥，他们咋啥都不懂啊？这一看呢，就是乡巴佬。让他们长长见识。说的对，听好了。麻辣队长，瞎说，爽火喜嫩，下文，无畏举劝，下扯，过门进洞，下洞，劫富济贫，道义有道，俺们就是麻辣小龙虾。太搞笑了，大哥，别生气，别生气啊！俺就说，俺们不适合打劫嘛。不打劫，那无人机咋办呢？打劫，他也不是专业的。住口！别笑了，好歹尊重一下俺们的职业。咦，敢坏俺们的好事，揍他！中。大哥，这咋办呢？只能这样了。饶命啊！饶命啊！饶命啊！俺们渴饮肉少，不好吃啊！不好吃啊！不好吃啊！熊二，快，他们追上来了！速前，好。到了。蛋壳侠，你醒来的真是时候，爱死你了！哎，又想打劫啊？大侠，恕俺们为国吧。师傅，舒不舒服呀？俺们徒儿四个在打劫之前，那是开过按摩店了，这是俺们独闯嘞。哎，各位大侠，俺也想试试一下按摩。想得美，这是俺们师傅才有的待遇。小气。徒儿们，师傅按按也无妨。中。哎，下面点，下面点。哎呀，左边，左边。哎呀，舒不舒服呀？光头强，咋了？是不是担心变不回去？倒也不是，你和令尊关系很差吗？你怎么知道？能、no? 跟你们讲哈，他平时对他爸呀那可凶了，他爸给他做的饭他都嫌不好吃，都被俺们吃了。其实也没有，小的时候我可喜欢我爸了，那时候他对我特别好。自从他当上了伐木队长，再后来，我们就很少说话了。
有钱，你们要干嘛？各位，不也称道了？哇！这不夜城啊，是回到地上世界的必经之地。哇，好大呀！夏叔，我们怎么上去啊？本来呢，俺们麻辣小龙虾有个神奇的宝贝，坐上它就可以一日行千里，畅通无阻。那就是无人机。无人机在哪儿？被苍蝇帮抢走了，他们老大让俺们想办法赎回去，俺们只好去打劫了。这太坏了，他们老大谁啊？他就是人称黄毛恶棍的特靠谱。啊，那我们帮你夺回来。说干就干，走。追上来了，特靠谱！看上的东西，你们也敢要回去？让我追！夺回遥控器！一、二、一，快，加油！顶不住了，大伙锁门了！糟了，该解密。抓住！来的猴啊！机器国王，有埋伏，快跑！开往环节魂的列车马上就要开车了。糟了！请工作人员停止检票。
等一下，等等。危险！人要命了！完了，火车走了，俺便不回去了。熊二，会有办法解决的。爸。这不是我爸的小母鸡吗？小鸡崽子，你别跑了！大爷，火车站内可不能乱跑、啊！你给我回来啊，爸！你要是跑了，我拿啥给强子做好吃的？别跑了！大爷，别跑了！他爸，爸，爸！太好了，我爸没走，我们有救了！在前面。害我追了这么久，再跑，我炖了你！哎呦，你等着，我现在就去买蘑菇，快点快点！嗯，吉吉国王找到了偷手电筒的小偷，跟上。大志，咋办呢？咱们的事儿好像被他知道了，怕啥？咱们现在就去把垃圾倒了，他报警也没用。对对对，嗯。电筒，妈妈上。快跑！这边。吉吉国王，不好，中埋伏了，快跑！这城里哪来的野猴子？手电筒怎么会在这儿？啊！不要！爸！爸！哎，他爸！爸，你没事吧？强子，你咋在这儿啊？先不说这么多了，我们赶紧走。刚扫完那地，快跑！强子，哪来这么大个大妹子？我的本子，爸，快回来！爸！郭东强，哎，特班，不行，这样追不上，得另想他法。哎哎哎哎哎，熊大，这不是那个瘦瘦的女孩子吗？爸，爸，你没事吧？我看看。爸，捡那破本子干嘛？你知不知道刚才有多危险？你。爸，你不是走了吗？爸，还有点事没做完。强子，这是咋回事啊？小心强子！手电筒，手电筒应该就在附近。啥？手电筒？没时间跟你解释了。
找到了！爸，快跟上！爸，你站到手电筒前面去。好。动了，再来。强子。爸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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